There are some reports that President Biden of the U.S., who's in at the G7 this week, will announce that the U.S. will donate 500,000 doses of Pfizer vaccine to COVAX. I wanted to see whether China had any reaction or comment to that, and also ask if China is thinking at all of increasing its donation o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 through COVAX. 美方之前呢一直说美国的疫苗要优先用于美国百姓的接种，那么现在美方提出来要向 COVAX 捐赠疫苗，我们希望美方的承诺能尽快的付诸行动。在自身需求十分巨大，疫苗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方尽己所能向80多个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迄今已向国际合作伙伴供应了3.5亿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方也已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不久之前呢，第一批疫苗啊已经正式下线了。世卫组织已经将中国的国药集团科兴公司的疫苗纳入了紧急使用清单，将推动中国疫苗为全球抗疫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宣布了一系列支持全球抗疫的新举措。中方将继续坚守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宣誓，继续尽己所能地对外提供更多的疫苗，继续支持中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开展合作生产，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早日用得上疫苗，努力消除免疫鸿沟，与各方携手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